嗱，土豆嘅 side habit 咧，大家都成日經常咧 PM 問我幾時試駕同埋評測嘅，今日就同大家試試佢啦。多謝揀呢條片睇嘅大家，如果你係第一次收睇 泊車攬，我哋每一個星期一同埋星期四會為大家評測唔同嘅家庭車，介紹古靈精怪得意車。體驗車中泊，亦都會挑戰下地獄停車場添。星期三就會有性價比高嘅產品介紹俾大家。如果你覺得泊車男啱你口味，就請訂閱頻道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條片啦。講翻曬，佢個定位係介乎 Camry 同埋 Corolla 之間，係一部混能房車。佢喺豐田車系入面都算係二手。2009年至到2017年停產，即係推出咗一代。2013年推出的小改款版本令到外形更加好看，它用上 2.4 公升 Hybrid 计，加上较为豪华和舒适的内笼，所以会有人视它为比 Prius 高一级的混能车款。部车的规格我写了在 description，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望下。至于香港就没有行货，得水货。2009年刚刚推出的时候，水货全新车当时要价成30万，不过随着停产，日本的车主又开始卖车，咁令到二手市場供應多咗，車價亦都相對下跌得比較貼地。前期版10万樓下就有交易，不過由於外形唔算好靚仔，加上年份高、里數多 ，Hybrid 電池相對係一個問題，車主都會寧願買2013年小改款。正如今日呢部車咁，車價13万8左右。而呢條片出街嘅今日，已經有車主買咗佢翻屋企啦。咁呢部車咧，其實喺香港咧就越嚟越多車主去揸。我哋啱啱咧都同咗呢個香港咁成立咗嘅齋嘅 Hybrid 車會嘅朋友咧，都吹過水傾過偈，了解過咧呢部車即係佢哋駕駛嘅點點滴滴啊咁樣，都期待我哋去試駕同埋評測呢部車嘅。講少少歷史先啦。咁呢部車咧當時咧其實咧佢就係同呢個 Lexus 嘅 HS 啊，就係一個姊妹車嚟嘅。咁佢用翻曬 Lexus HS 系列嘅呢個底盤啦，同埋佢成個嘅 Hybrid。嘅 system 嘅，咁佢唔用 Prius 啦，因為咧佢就係 2.4 公升計咧，就唔係 Prius 嘅比較容積細啲嘅計。你會見到咧儀表板前面咧嗰個 mon 仔咧就會顯示到嗰個 engine flow 啦，又係即係 engine 同埋電啦互相去運作啦。咁加上咧儀表板咧左上方咧又係有個 mon 仔啊，話到俾你聽，其實咧你而家係慳油啊，定還是俾緊 power 啦佢嘅，好清晰下噶。咁而且有少少時尚嘅感覺。咁我哋呢部車記得係2013年嘅版本啊，一定係同而家嗰啲唔同㗎啦。咁但係佢而家嘅儀表板呢，其實結合咗呢個消許數碼加嘅 analog 嘅感覺啦，到而家睇落去呢都唔係真係好過時嘅。啱啱啲 Sport Mode 玩完啦。其實呢 Sport Mode 同我一普通呢相差唔遠嘅，即係踩落去呢嗰個 power 呢個油門呢其實就唔係話好有明顯嘅分別嘅。其實就咁佢呢個油門呢其實控制呢其實就比較柔軟嘅。咁呢踩落去呢佢而家踩落去嘅感覺咧，就係佢都好因應到你嘅腳啊嘅力度啊而俾到力你，但係咧一開頭咧係唔會有力水嘅。我而家係 normal 模式嘅話，我要踩落去到比較底啦，咁先至會有嗰度力出現嘅。佢有個間隔位，即係中間一壓落去咧，個力度開始爆出嚟嘅時候咧，佢就幾聽話嘅。我而家暫時呢個駕駛感覺咧，就係我覺得佢係 Camry 嘅高少少啦，即係個感覺嚇。咁點解咁講咧？就係首先咧。佢本身嘅電摩打嘅扭力都大啦，270 Nm 啦，咁加上佢用咗 2.4 公升計咧，嗱 2.4 公升計本身就150嘅馬力嘅，咁就呢個電摩打咧就有140匹嘅馬力嘅，咁所以咧就喺馬力上面咧其實就中規中矩嘅啫，咁所以就個重點就完全係在於嗰個扭力啦，譬如喺呢個啲迴旋處啊，甚至乎喺燈位起步啊嘅時候咧，佢就唔會有啲乜嘢彈出去嘅感覺噶啦，咁但係佢係有力嘅。你踩落去就會係會有力去向前行㗎啦，咁但係佢唔會有嗰啲所謂即係一飆出去嗰啲咁樣嘅爽快感嘅，其實冇嘅，甚至乎好多 sport 模式咧都唔會有嘅。咁但係你會 feel 到佢嘅車架咧係好扎實啦，好穩陣啦，好安全嘅感覺啦，佢成個即係車廂嘅環境空間，咁佢都算係靜嘅。其實外面嘅聲音我都唔係好聽到㗎啦，整體嘅上嘅環境咧都係寧靜同埋舒服嘅，係有少許嘅 body roll。咁啊，少少 body roll， 呢個要留意翻。咁但係就唔係好嚴重嘅，少少 body roll 咯。即日常香港日常駕駛咧，你會發現咧呢部車咧係到 Toyota 嗰只嘅日本車嗰種舒服啦，因為懸掛又唔硬啦，
好林子子啦。我成日都話咧，土瓜灣個地方最好嘅就係，如果仲係家庭車嚟講咧，佢能夠將所有路面嘅碎石啦，唔知啲乜嘢嘅震動啊，全部同你濾過曬嘅。所以咧，你行落地下度咧，就算香港啲咁嘅打靶路咧，都好似環如絲咁樣行嘅。咁所以呢個就係土瓜灣，即係喺家庭車上邊落重咗嘅功夫同埋地方咯。揸落去咧，一個好 Toyota 嘅比較高級嘅家庭車嘅感覺 feel 啦嚇，唔好諗住追求啲什麼駕唔駕駛感覺啦，誒安安全全啊，輕輕鬆鬆啊，舒舒服服駕駛啊，咁已經符合你去買一部車嘅要求啦。最後咧就要同大家講係油耗啦，因為油耗咧係部車嘅重點。廠方嘅油耗嘅平均油耗 ，JC08 嘅標準之下係22.3公里per l 嘅。咁當然 JC08 咧係非常之有水分嘅數字啊。咁實際上面係點咧？我就問過一啲車友嘅。最強勁黃金油嘅車友能夠做到18至19公里 per liter， 係真係有人做到嘅，好犀利。咁但係就當然要好黃金油腳啦嚇。咁但係大部分嘅朋友都係答我，可能係15啊至到17啊咁上下嘅。咁所以同正常官方咧個數字咧都唔算話真係差好遠嘅距離。試完車講翻個內容，因為時至今日去睇都唔覺得老土，原裝已經用8寸接合式 mon。佢个悬浮设计嘅中控台，个遥控滑鼠极似 Lexus 车系，整体嘅设计好有科幻感。至于后座嘅卖点，除咗空间十足，摄影师当日坐喺后座拍摄嘅时候都大赞后座将座椅舒服，加上避震机嘅滤震出色，真系好容易会瞓着。再者，佢一个日本电器用嘅100V 1500W 嘅插头，虽然香港唔知用嚟做乜，但系以设备计，呢部车确系值得一赞。最后嚟个总结。其实用138,000买一部2013年嘅混能车，未必每个车主都觉得物有所值。尤其混能车都需要担心里数、电池寿命等等嘅问题，加上系水货车，就更加担心维修保养问题啦。亦可能会有人批评佢比唔上 Prius， 但佢嘅外形同埋内笼嘅设备都好长青，一啲都唔似几年前嘅车款。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睇下呢部车嘅车主访问，了解下佢哋对部车嘅心得，就不妨喺条片度俾个 like。有大家的行動鼓勵，我們才有更多的動力去做好內容。我們下一條片再見。